3月15日，名模秦舒培在成都出席活动，她以一身黑色低胸蕾丝背心长裙搭配长款外套现身，丝绸质感看上去仿佛穿了一身睡裙出来，个性之余还性感满分，只是这发际线实在是有点感人啊。秦舒培这么性感，连陈冠希也忍不住拍下老婆倩影花痴一番，还发到社交网站秀恩爱。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陈冠希最打动他的是什么，陈冠希的回答是三个英文字 I got you，意思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会在背后支持他，相信这正是陈冠希对秦舒培做出的承诺。在说到 I got you 这三个字时，秦舒培笑得特别灿烂甜蜜。对于陈冠希来说，以往女友众多的他坦言，以前与女生拍拖是因为对方靓女，但遇到秦舒培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容易满足的人。以前我跟一个人在一起，觉得这个好像比较好，那个人很美，真正想追求什么不知道，跟他秦舒培在一起时，我什么都没想，只想怎么让他开心，下星期看什么电影，下个月去哪里旅游。正因为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最需要的东西，所以两人十分合拍，恋爱以来一直非常甜蜜，私底下还互称宝宝。